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凡人趣日频道。好，两头去掉。这是沤肥，垃圾沤肥。这是甜菜，甜菜颜色特别深。以后把它剪出来，蒸的比较干爽，没有水分。现在煮甜菜，蒸熟以后压成泥状，成泥以后温热的时候加点酵母粉，加入面粉，揉成光滑面团。甜菜煮好以后要立即冲入冷水。冲完冷水以后，这皮比较好剥，看，很容易就剥下来的皮。甜菜打好以后，把这汁液过滤出来，需要275毫升。过滤的渣子不要扔掉，把它留着。好，继续过滤。好了，刷好油，刷好油，现在开始做。这个是地瓜面的山芋，山芋的话我们再做山芋的黄色，也是把它切成七个，因为一帘正好是蒸七个，蒸七个比较好一点。对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两头一捏，这两头一捏，这两头一捏，这两头一捏，好，然后把它弄到一起去。好了，全部都做好了，七个，一会儿就蒸。好了，蒸了13分钟，看一下。哦，非常漂亮，甜菜的熟了以后变成金色了。谢谢收看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美食视频，下次见。